我们来这一次是不是刚好赶上他们这个紫园祭？没错，算日本三大祭里面的其中一个，叫紫园祭，在各位面前看到这个，就是正在搭建我们的那个后祭用的山谋。那这个山谋它基本上就是都用这种手工打造的，对，完全没有用钉子，全部都是用木头、木头然后毛榫，就是毛榫，对，而且后面那个是刺绣的，对，完全是用刺绣的，传统技艺的。哦，我们运气不错，刚好看到他们正在搭建。刚好我们看到，我们来猜是吗？先，来，是什么？是吗？先，哇，正在组合。啊，我是卡里萨马里斯的。台湾。这前面是酒吗？嗯，对，这个是给神明喝的，还是？这是对赞助商们提供的。日本的祭典很多都是跟这些神灵有关，然后我们的紫园祭就是，一个奉神跟迎神的动作哦，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这样子。那就跟我们的那种妈祖啊，那种娘妈做绕境绕境的，对对对对对。而且日本人他很虔诚，时间到了，他们自己放下手边工作，是，然后呢一起来参与。对，这大家都是义工。这是整条街道气氛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我们紫园祭特有的，这段期间限定的。嗯，两位也是非常有缘，刚好在这个时间真的好酷哦。怎么说？所以我们不然以前我好像就是都在一些新闻画面上可以看到，大家拿着轿子在挤，有没有？是，看鸡，看鸡。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京都呢，他们穿和服是经常的。对，但是你去很多地方没有违和感的城市。哦，你看这边有一个，哇，这个好大哦，这个又不一样了。对，这个又特别的难得，它是最新一个。哎，小心车子啊！复苏的，有一阵子它有受损过，那几年就没有出现。是，对，然后到这几年，然后大家又齐心合力的把它那个再重新整修啊，修复完了以后，它又重新在我们的紫园祭里面登场，而且很雄伟，而且它前面刺绣的图腾，嗯，是就特别的漂亮。对，好美哦，这两只麒麟。节目这边住多久？住很久了，30年。然后就来这边来工作。哦，就来这里也有工作。现在 YouTube 不多了。啊，他这边是还不容易，还被你认识。谢谢大姐，大姐。谢谢。隔了196年，才去年才重新复修这样。我觉得这196年都没有。没有。他没有出动过他。没有修行嘛？是。台湾有人，他好像在这边认识到这个山盟的，要脱鞋子。山盟的那个会长、理事长，对。然后他说可以让我们要脱鞋子，因为他是不是要脱鞋子？这个太难得了。对，10公里。嗯，我去，好。哇塞，哇塞，哇，好酷哦，超帅，满满的鸡皮疙瘩的。哦，我们有多大的这个福报，能够上来到这边？哇！这是200-300年的，哎，哦，啊，这是这里的理事长，嗯，然后呢，他特别的就是通融，让我们呢来这边呢看一下，哦，到时候这个祭典就是在这个上面，对，然后他们会拖着这个山车移动，啊，他们这个上面不是有神还是什么？神様はね、三人乗らはるんです。哦，ご神体が。はい。今天乗らない。ここには長い。ここにも。哦，那边有一个洞。哦。嗨。高山って言って、高上がりなんです。はい。哎，真的难得上到这种。高山と
気の使いと樽老いっていうのが3人のラフ、それがご神体、太鼓が2人、ここで太鼓だ、そこで有2大太鼓、ここにこれ今年漆塗りできたので、ここにね、こっち側に鐘、これ鐘をつって鐘をで、こっち側は笛、はい、太鼓、太鼓2人、这边会有那个打锣的，然后这边有吹笛的，对，有音乐的，哦，就是他们巡光的时候，このスペースに40人ぐらいの四十个人，对，那这个很重，大家怎么拉？そうですね、何トンぐらいになるんですか？十トンぐらい。大概十吨。十吨哦。对，大概十吨。所以我刚刚轮子大家可以推的。对。好。OK OK。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不打扰了，我们就。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谢谢，这是非常难得。对对对。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太酷。欢迎来到，就是我们大红大紫的艺人人、有名人特别都会来的地方。总共有4000多张名人会把他们的名字然后祈福写在这边的，他是专门来祭拜这样艺能界的，保佑艺能界，然后让大家知名度更上升。哦，对，有点像我们这种点光明灯的感觉。他会永久放在这里吗？21000块日币，两年在这边。啊，如果觉得有效呢，在这两年之后呢再来一次。哦，对，再来还愿就对了。对，再来还愿。哎，小哥，你看这边有个五位，那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要不要先谢神一下？先感谢他，表示说我们有在艺能界，让他感受我们的热情的舞蹈。哎，请问你这是哪一路的？哦，因为我想说不要跳太复杂，人民比较能够理解。是，诚意到了这样子。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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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他有一个仪式感呢。对，我等一下，我来来一下。来，先跟主神报告一下，对，然后待会呢再出来保佑一下。哦，艺人的哦，要先洗手。对，那先我们示范一下。先捞水。先洗左手。先洗左手。再洗右手。再洗右手。再洗左手。两次。哦，还要这样子滴下来，这样就可以把那个饼洗过，自己握住的地方会洗完，以后再放回去这样子。出来一点，红色一点，对，才不会这样，你要倒进去。再洗右手，然后呢，左手洗两遍，一、二，然后然后举直，可以，然后转一圈。这是主神，我进到这个鸟居的空间了，不可以踩那个石子，对，这个参路，对，拜拜的路叫参路，哦，参拜的路，参拜的路，对。じゃあ並んでいただきます。じゃあまず二礼します。先两鞠躬，一鞠躬，对，你现在叫买力，拍两下，那没有是不是？我那个一个多么你吗？然后闭上眼，祈福，那说出心愿，我那个这个完了。
那个说出心愿完了以后，最后再一礼，就是一拜这样子，投进去也可以。OK， 阿廖仔嘛，是。加多少芸能神社入去嘛？是。如果看到这个这么多石头，它是什么意思？而且上面都有写，就是感谢的吗？嗯。当社でお守りがありまして、記念親戚っていう黄色いお守りがあります。それをここの神様はお約束を守ってくださるっていう神様なので、そのお願い事が叶った方がお家の家の近くの石を持ってきて、チケット当た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か、病気が治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皆さん書いてます。这个我要慎重处理。对对对，要从台湾把石头带来。人家说我是上一任台湾最大石头会的理事长。你们石头没有规定大小，因为他家有好几颗超级大的。父さんがとても石がお好きで、台湾のそういう石の協会の理事長を務まってやってらっしゃってるんで、本当に願い事が叶いましたら、ぜひまだこちらにも来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制限ありますかって聞いてるんですよ。どうぞ。大きさとか、収まれば大丈夫です。そう、放の珍珠就可以。ああいう風に置いてやったりします。あ。他说大颗的，他说直接帮你那种特别展示起来，像那个。哦，我们这个叫做以石会友。あそこの山もお礼の石があそこの山も。所以真的实现了很多人的愿望，这样。对。もうここにでもどんと。我怕飞机载不动，要拆船。比一下，我觉得不是不行。就跟那个柔道场一样，进出道场都鞠个躬啊，神社也是这样。主神拜完了之后，现在就要来到了异能的神社，这算是我们异能界的主神了。然后可以看到有一些现在日本当红有名的演员，像土屋太凤啊，西田敏行啊，藤原纪香，藤原纪香，哎呀，对对对，土屋纪香，米仓凉子也是很红啊，对，还有我们的关月雅里沙，哦，阿基拉，还有阿基拉，哦，国民姐夫，对，国民姐夫，哦，还有看到板野由美的 AKB 的。这边祈福的时候呢，要握着我们的玉手，然后一样做那个参拜，然后有为两位准备的。那这个玉手先拜过之后，我要给你个五元，有这个缘分啊，然后跟神明来呢做一个很好的交流。缘无缘，大家来做位，玉手贴起来，丢奖啦，丢奖啦。帽子一定要拿下来。哎，要摇这个吗？嗨，这才四分子，让他以为他管家。嗨，哦，就这样，就是嗨。OK OK， 当神明就知道你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许孝顺，是许孝顺。OK， 快点快下来。OK OK， 你看我们这个心愿有多大？好，来来来，起伏起伏起伏，跟刚一样，先两拜，先两拜，一。OK。でお守りを手に挟んでお願い事してください。把钱投进去。はい。我的缘分来了。快结缘，结个好缘，结个善缘。提念神石，然后呢，后面呢是车辙神社。頑張ります。他说他等等你们，要加油。頑張ります。頑張ります。他们这些艺人的名字啊，他们都这样子写上去。那我们有机会有办法可以也来。其实要提前两个月预约的。啊！已经我们之前就帮你预约好了。预约好了。对。然后也帮你们保留了一等的位置。哇，好正式哦。哎，不过
谢谢，就在这个艺人，他要在这个碑的旁边，对，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位置？我们的 VIP 的位置，好像领到一个令牌，对，突然间觉得自己的鸡皮疙瘩全上来了。OK OK， 哇，好有仪式感哦！来，这就是我们的艺人神社的 VIP 的位置，在主要的神社的参道上，每个人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未来我们会在那边驻守两年，没关系吗？他马上帮我们装上去。OK， 哦，是，嗨。整个过程呢，他们啊很细心的帮每一个心里有愿的人来这边，让他们也有机会去把话说出来。那呢，我们回去我呢会更努力，有一种被赐予祝福的感觉。对，丈夫了，丈夫。好像没有台湾艺人界的人来过哦，还没有，没有了哈。我们是第一号。哇塞！对，很多台湾的艺人应该都会来。哇！哎呀，稳稳的定上去了。稳当。是。这个要自拍一下的，真的要自拍一下。哇，太神圣了！哇，好棒！那我们就谢谢这位师父。好，Thank you very much。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こちらこそようこそお参りくださいました。希望有机会见到你。对，再见，再见。頑張ります。はい、待ってま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欢迎来到我们的蓝山，也就是京都的一个代表性的景点。在我们的后面呢，正后方可以看到渡月桥，以前的一个天皇来到这边度假的时候，他晚上出来散步，然后看到月亮就好像缓缓地渡过这座桥，所以就帮他取名了叫渡月桥。哦，其实这座桥有上千年以上的历史，看不出来对不对？对，因为现在是下面是水泥的，可是以前是木造的。火灾啊、洪水的时候其实有冲垮过很多次，现在就是有重新用那个现代技术把它加强。那我们就靠近我们的渡月桥一点。好，对，然后那边有不一样的景色。对。我们现在在1000多年的桥上，对，渡月桥，雀跃，是开心，在我们的蓝山渡月桥，然后有没有看到那边有我们的船？蓝色蓝色的那个吗？可是独木舟的感觉。两位准备大船，从我们的宝金川的上游，可以坐那个游船直接到我们的回到蓝山这边。哦，真的哦，对，那么有趣，那个很幸福，你知道吗？对，因为呢，我每一年呢都只能在旁边看的。全日本最长的那种河川的游船的哦，是哦，对，哇，太棒了，好期待哦，伟哥，我等不及了，等不及在那里，你要，哎呀，哎呀，坐那里比较快，餐厅来了，关东煮，好嘞，鲈鱼要不要一只？来了，鲈鱼，很多京都传统的伴手礼跟好吃的东西，是，接下来要介绍给两位，这边也有，对不对？对。很多京都传统的伴手礼跟好吃的东西，是接下来要介绍给两位，这样也有，就对，对。Richard， 人力长，哎，很帅耶 ，Handsome，Thank you，Handsome and strong， 对。瓜哥，我想要吃吗？瓜哥，都不要给。走，这些我也认识的。牛奶，谢谢。因为他乡遇故知，遇到演艺圈的长辈。下面一位。下面一位。而且你看，它不是我想象中那种脆的，它是有一点点，它咸度很够。它腌制的什么口味能测出来吗？酱油，然后带点柠檬的清香，它不会像是那种咸到底哦，但也因为它的水分好多。我以前就在这边卖一整年，还打工。对，在打工的时候。哎，我们过马路喽。哎。
虽然有点热，嗯，但是呢，这个花木扶疏啊，对，你有看过樱花这么大颗的吗？对，这是樱花树，这是樱花，没错没错。好粗，我在学车也上百年，你在台湾能够看到这么粗的樱花，对对，已经算老的。在整个如果花季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很美，樱花之道。讲到樱花，就要讲到抹茶。对，京都的很有名的伴手礼就是我们的抹茶豆轮年轮蛋糕。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种字，有没有？限定，限定箱，打开之后就进去摸，说，那个是恐怖箱。好舒服一个店的设计哦，这个颜色，嗯，跟着这个香气，都让人家很想购买。你好，这位朋友，你好，你好，说中文讲得不错哎，对，谢谢谢谢。而且他长得好像我们有经过那个神社那个福神哦，非常的有福气。那你来京都多久的时间了？我今年四月来打工度假的。哦，四月才来啊？对，到现在你看日文讲这么好，是。从头到尾呢，有哪一句是日文？我以为我听到翻译机了。介绍一下。好，这个的话是本店最有名的抹茶年轮蛋糕，它的话主要有三层结构，第一层是这个绿色的蛋糕体的部分，它是用抹茶做的。白色的部分是用京都产的红豆去磨成的豆浆去制作的。最外层的部分是由抹茶跟砂糖去制作而成的糖霜，所以整个蛋糕的甜味来源都是靠最外层的抹茶糖霜去支撑的。哎，这种好想买哦！它有没有一个期间限定？因为我们是直营店，所以我们有这个只有在这一间蓝山店买得到的蓝山限定。它的话盒子上面是很漂亮的蓝山的图案，有桥，有我们京都卷特有的标志跟我们的盒。那它的保存期限的话，大概可以放一个星期左右。哦，还好还好。嗯，等一下就吃掉了。对，那它的话，下面的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抹茶年轮蛋糕，蛋糕在下面。对，上面的话是我们的抹茶冰淇淋跟豆浆冰淇淋的二合一，并且这块饼干的话也是我们很有名的八桥。八桥是什么意思？八桥的话是我们一个京都也很有名的特产，是形状有点像桥，所以就只有称它为八桥。对，好。你们的蛋糕跟冰淇淋一起用，然后汤匙在这边。可是比，我要去讲，我觉得你这个会喜欢，完全是那种豆浆味的，很浓。很清爽，它不是单纯只有豆浆而已。其实我刚刚吃了一口，我就有画面了。我是需要一个油条哦，豆浆配油条，那种细腻感就看得出来他们职人在做这件事情的用心。它上面那个糖霜有一点点像豆沙的那种感觉，对，它会有点就是炒到出就沙沙的口感，对，那个口感也是让整个抹茶年轮蛋糕的层次在提升的一个关键之一。那冰淇淋的话，我们有一个推荐吃法是，你可以拿八桥去蘸冰淇淋一起吃。现在新的生八桥也是京都正当红的伴手礼，然后我们还让两位可以制作自己专属的。蒸八桥，它跟那个巴西有关系吗？蒸八，对，没有关系。蒸八，蒸八，用骨碌。刚有你们牛奶喷到我头上吗？八桥，是豆乳喷的。那我们就谢谢郭富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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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加油，好，谢谢。那你要待多久才回去？至少一年吧。那你是台大经济系的？台大经济系，哇！是打工度假签证是只限定30岁以前才能申请。太多来京都的朋友，大概就去那几个重要的景点。京都府是相当大的一个空间，有很多呢很安静的秘境，很特殊的一个力量，你可以来这边寻求的。这边是就自己呢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哦，油然的整个庄严的起来。在这个寺院刚成立的时候，里面的和尚他看到有一个母猴子一直用里面的一个泉水洗那个小猴子的眼睛，因为那个小猴子眼睛张不开，然后那个和尚也在旁边帮他诵经。过了13天以后，那个小猴子眼睛就没有事张开了。对，后来他健康之后，对，就去当兵了。那眼睛要好，要不然怎么当兵？对。OK。每一个那种寺庙的那种风格都不太一样，对，氛围也不太一样。为什么一开始在这个寺院里面会有跟这个花产生连结呢？其实是在5年之前，寺院的住持的夫人呢，她想要把他们里面有一个庭院种一些花，可是里面的那个庭院是国家指定守护的那上百年的古迹，所以连种花都不行，一草一木都不可以任意去改动。对，所以她在那个水手洗手的那个水里面把那个花放进去，那它就不是种在里面，所以就 OK。很多来这里参拜的人，你看到那个花非常的开心，把它放上网络宣传，结果造成了轰动。现在全日本很多寺院都学习这个样子，这个每个季节都不一样，而且是龙泉的。对。不得了的哦！哎。仪式感就有了，对，然后又有这个漂亮的花。住持刚刚告诉我说，他在6月的时候其实刚从台湾玩回来，所以他也很喜欢台湾。他特别在他们花手水里面放进了6个跟台湾相关的东西。这个是猪，对，猪事顺利。哦，看到我们的招财进宝，招财进宝，招财进宝的猪，哇，对，台日友好，台日友好，对。等一下我们就也是正殿参拜一下，这间其实也是上千年的寺院，上千年哦。为了两位安排的一个也稍微比较静态的互动，然后我们做一个那花的玉珠印。押し花朱印作り舞花手づきとします。他是一个发起人，对，发起人，所以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智慧，然后给他这么大的灵感。啊，恥ずかしい。作られた方です。はい。どうぞ。どうぞ。よろしく。はい。こちらが龍天水と書いていまして、お寺にある龍長図の文字となっています。こちらが龍長図のモチーフにしたハンコを押していまして、でこれは夏用になってまして、ちょっと水門と金魚を入れた形になっています。季節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こちらに押し花が入っています。でこのシールを剥がして中に入っている押し花を貼ります。簡単です。这个花是他种的吗？山里面的花，ここで咲いた真的有，真的花在里面呢。押し花にしました。那他很忙呢哦。ありがとう。皆さん喜んでくださるので。所以。しんどくても楽しいです。OK。对。だそうです。可愛い。也是很美耶。小小的那种。中间有小花，而且还要特别找蓝色的。啊，再来。これを次フィルム。透明的保护膜。すみません。私はオードフラワー。龙干ですので。所以刚刚他要去很多那个龙泉要洗很久。はいはい、洗ってください。哦，我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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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来，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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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難しいね。難しいな。空気を抜いて。扶贫。綺麗です。ああ、すごい綺麗です。うまいこと言った。OK。ああ、綺麗です。元気ですか？うん、大丈夫です。元気です。すごーい。これで龍長図にお花が浮かんでるように見えます。はい。はい。お疲れ様です。
保佑眼疾的这个观音呢，其实它那个泉水是在我们这个寺院的后面一点。那我们就去看我们那个独孤水的神奇效力。那个我们的泉水就在前面。刚刚老师又跟我分享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就是他现实也有碰到另外一个，是有客人带那个变色龙来，小只的变色龙，眼睛睁不开。我有大只的而已，我有大有。卡梅隆，那卡梅隆的吗？有卡梅隆的吗？有大只，有大只的。那我现在是洗洗，你真的有老花眼，其实蛮严重。那个变色龙洗完回去后，就真的眼睛就好了。嗯。欸，我左边眼睛其实有一点破掉，我看世界是就像裂掉的一个镜子这样。来，先那个参拜一下，参拜参拜。那我先洗眼睛。眼睛戴在戴姆没有了，戴在戴姆。哎，那我有保温瓶，可不可以？人间戴着。他说可以，可以戴。可以，保温瓶。那你快点。口につけてこう洗います。パチパチパチってして。你会不会眼睛张开，看到很多祖先？嗯，那是开天眼了。哦，前面好多祖先都有拿机器。哎呦哎呦，祖灵祖灵哦，好了好了，好，放着就可以了。哎，おいといてください。哇，谢谢。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参りでございます。感受好棒，我觉得我身心灵都彻底的被洗涤。所以你们看，我们看到我们亲切感呐。对啊，真的，我们对对，用旁边，恁台湾囡仔枵着啦。嗯，囡仔无有需要吼。对，就甲弄门，伊就你食较粗吧。哦哟，而且还在这边已经生根很久的时间了哦。对对对，阿妈你好，啊你好。笑脸的啦，是阿妈，是阿妈，是阿妈。我领导呢，卖个足澎湃哦，嗯，够卖肉，还够卖饼，够钱好赚哦。对啦，加减做帮帮。哎呀，肉看起来拢足青草的哦。这拢和牛啦，拢和牛吼。哦。我咧电视我嘛演35年啊，哦。哎，啊，但是伊50年已经离开啊，所以伊唔捌我啦。我唔捌你啦。啊，你台湾你蛮扮相。做啊，都摇摇吼，都有啥物通我试看卖啊？有啊，这你若看要爱食啥物款，你甲我讲，我拢现煎的啦。哎，抹茶，抹茶，搁一个汉堡肉，汉堡肉，而且猪排，好，而且拢逐工做，吼，系逐工做，哦，足新鲜的啦。这样看着看着就饿了。啊，你原底是倒位人？我出生是伫个台中。台中人？你嘛台中啊？哦，台中倒位啊？台中汉溪，哦，有极南啊，以前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这孙哦，哎，杨哥讲台语嘞，白相一点点，喜不喜欢阿妈？麦斯基，喜不喜欢阿妈？你看瘦猪阿姨在不在？我嘛是介40年啊，哦，应该十几摆啊。为啥来拢会来催你啦？啊，伊拢会来，只差不多大一礼拜啊就走。哦，啊，伊这样较济位，较唔爱咧出国啊，所以，起码嘛80多块哈。嘿，对。对，拿那小胖来，然后加肉松啊，又加披萨，鱼烤的，好温馨哦。哎，看到这种，哎，这种异乡的。的亲切感，好，谢谢。好，你的抹茶，还抹茶，抹茶来了，哎，烫哦，小心哦，好。哦，它直接其实是像跟我们一般可丽饼看到的不太一样，它感觉是脆皮的。
很烫啊，有时候很烫啊。但是我的牙齿是假的，没有问题。那个肉这么厚一个，各位，它外面收缩张张，吃下去里面的是软嫩的那个肉质。哇靠，这样的脆脆，哇，外皮酥松脆，里头汁开胃，鱼过来了，一把就到。来来来来来，抹茶来了，来了来了，哦，真的很推荐它的鱼耶，它真的有一点点那种奶味的感觉，而且它很酥啊。好吃哦，这样有够好吃啦，加在一起。马铃薯跟抹茶，我偏要我搞搭。啊，你们吃过几只的？好吃，而且它不会油。那这几种口味是你后来再增加的，还是原本也就都有？这靠本来哎拢有，而且最近说抹茶比较出名。你必须要吃一下这个汉堡的，它汉堡肉有点咬开哦。它有一点点类似那种高丽菜蔬菜香，它那个肉汁比较多，这个是好好吃的。这个小笼包也馅，对对对，而且叉烧包也馅，它有点肉汁的那种感觉。都是掉一个牛骨，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它有点肉汁，你看，哇，有没有肉汤啊？干老公哦，你对哦，唔方来这朋友。拢有特别的 special， 有个人唔知影，讲今日要食吧，人唔知影，人想，我就讲，无我甲你炒。刚刚有客人点叉烧肉，老板娘特意切两块给你吃吃吗？吃一下，哎，它叉烧看起来好漂亮。但是很像肉排。哇，太有肉质了。完全停不下来的哦，来一首，出给呀，被出给呀，就是那个呀，殷殷期盼，肉汁慢慢在旁边上展开，空气中的那种香气，勾起了无限的思乡的情愁。在吃落去哦，还帅！伊较少年啦，对啦对啦，较少年我都唔当食遐饱啊。这是豆芽低啊，那这里油嫩啊。广岛。加洋葱到您家哦，哦，迄个汤味。好食。真正。哎，你们肉的油脂好好吃哦。你看我吃起来跟我牛肉不太一样的，而且感觉很嫩呢。很嫩，很嫩，非常的柔软。但是牛肉呢，它虽然看起来薄薄的，但它肉感十足啊。它又不是说像和牛那样油这么多。这个肉就是那一个。我想照片那个。照片里面的京都内的，京都肉的，京都内。京都内。哦，京都肉。你原来来过的闺女，这么想处。哎呦。最想念台湾什么？台湾什么都喜欢。霸王龙煎，这两个最喜欢。用什么方法来呢解一个乡愁啊？呢，就是每天都有台湾人来跟我买东西，我跟他们谈话就很高兴了哦。是哦，这算是一种游子的灯塔，感谢你照亮了。对对对，离乡背景的游子。对。他们用咱台湾人吼，就应景的，要硬就是讲吼，无论行外远，去到倒位，迄个故乡，迄个感情永远拢袂变。家里面的滋味，感动了，感动，你整盘都嗑光光。你们不，你们不要讲，我都留一点点，太好吃，谢谢，感谢大姐。那个，夕阳彩霞满天，等一下就日落了，然后带两位看一下他们捕鱼的情况。对，是这个千年的记忆啊。是，看很讲究，还要脱鞋子哦。Thank you, Mas. 有没有 Mas? Thank you. 阿拉在吗？
这个好有氛围哦。对啊，对啊，而且这个船夫不是用桨哎，它是就是那个撑船。因为其实它这个河水非常的干净，嗯，我们可以眼睛就看到它差不多多长的距离。它只有在我们的夏天七月跟八月而已，跟鱼的那个习性有关系，对，季节性的。缓慢的，猜过。像清水明又清静，湖心传来风一阵。他很忙。哦，要抛锚，感觉很重，他一个人操作。来喽，好，放，好戏就要登场了。萤火烧早，烧早，快快来，快快来。哦，全手就位，出去了，出去了。哦，先暖身是不是？先暖身一下。哦，有有有，那已经先暖身动一动，哦哟。你在那个炸鸡鸟在讲说，我变上班我。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ようこそ、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遅れて魚を取ることをやめてしまうんです。ですので、大きな魚は喉元に飛び込まり、小さな魚は小型の中にまで入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虽然说现在像是一场秀一样，但是帮其实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以前的这种捕鱼人家是挺辛苦的。他们以前捕到鱼才有饭吃，现在我们先把吃饭，再来看人家捕鱼。对，先吃饱再来看。他在教说有鱼有鱼有鱼哦，抓回来抓回来抓回来。他可以感受到他们家的鸟有没有咬到鱼的，而且那发出一个跟鸟之间的讯号，对，第一个这个水也很清澈，所以火一照下去，那火下面是一个光影，变成一条线，对，看到那个篝火开始的时候就冲出去了，像是恶犬一样，哇，是很想展现给主人看，说哇今天抓了很多鱼。他要吐鱼了！哦，他们好像抓到自己会回去一点，是，对不对？哦，他有感觉，而且他一直在理那些绳子，不要让它结在一起。哦，有看到。哦，在吹，哇，好好看呐！拉着那个绳子之后，你就像是操纵那个。人偶一样，哦，皮影戏的感觉。它其实是一只水底的风筝，嗯，放出去，然后收回来。而且它的主人很清楚的说，你已经咬到了，为什么在那边想办法要把它吞掉？想偷吃。哦，这次很大只，我刚刚有看到它咬住。江枫渔火对愁眠啊，如此抓鱼好 happy。真枪实弹的一千多年的戏码，今天重新再演一遍，让大家欣赏。那条很大条，吞不下去。哇哇，这条我看到很大条哦。OK。哦。在看他们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时候，就仿佛像是佐佐是饲养员，然后我是像个鲈鱼，就是你绑的线，然后出去赚钱，收回来，赚到了，有赚到了，赶快再收回来，我说，啊啊啊！你不觉得这个形容蛮不错的？摇过来，有，这只很大只，这只，哎，在这里。人生总有成功，总有失败。有说捕得到，有说捕不到。你我都感觉到。他不是说每一次回去他都有东西。谢谢，加油！加
鸬鹚跟鱼，它们就像是千年之恋一样。海风依旧狂恋着花。改了，哎，没有，有人要吼叫。鸬鹚有没有听过？有。其实我们今天呢，大概 morning call 是4点多，是什么这么有价值的地方，让我们呢坐这么老远的车？这是我们的米其林景点，而且还是日本三景之一。哦，这个我们海之京都的天桥立。其实京都啊，这看起来没有海啊。等一下我们要搭个缆车上去，是到上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日本海了。因为太早了，所以还没有其他的旅客，还没营业。搭第一班上去，抢头香。哎，我们在这边，在这边，期待，期待。若者出発。哎，刚刚说没有海，现在海来了。哎，有哎。刚刚我们海了。其实我们刚刚就在海边，但是感觉不出来。对。哦，已经看到很多松树了。几千棵这样子，密密麻麻的，对，上千棵的松树。你看它的背的那个菱角有没有？嗯，这是龙的那种背鳍，慢慢一条一条要出来了。大自然竟然可以引动这样的沙，这样子潮汐出来，不可思议的地理环境。对啊，我也是天气很好，视野很好。有时候还是会有那个起雾啊，看不到的。哇塞，哇塞，哇塞！等到我们的观景台来了，山顶的气氛又不一样。对。飞龙在天，飞龙飞上天。刚刚台湾人也安尼唱。对，骑的自己操作速度的，老少咸宜的游乐园这样子。哎呦呦呦呦！天，你这里也太漂亮了。对，就是奇怪，我们就一直坐车子上来，就知道这条龙在海上，然后这座桥也在海上，为什么会是天桥立呢？嗯，就是因为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来观看它，它就像是挂在天上的一座桥一样，所以叫天桥立。那你看他们这。哎，他们真的是这样这样看呢，大家都是用不同的角度在看。是，但是我们也要去排队一下，看腰力了，一、二、三、五，哦，有吧，哦，一座桥跨在，就天空变成海洋，然后海洋变成天空，巨龙头在这边，沙滩这边是它龙头的地方。我有点想放屁一下，我很想打你屁股是正常的，有点脑充血，真的啊，会不会晕？有一点，所以它是悬在半空中的那一条桥，所以天桥立就是这样来的，没错。它明明是一个大海，但是它的感觉静止到像一个湖面一样。你会发现这片天空，一朵云都没有。对啊，哇，所以呢，现在看到的天空不是天空，其实那才是海。海。日本的三大景观，好震撼，好震撼。小顺 ，OK 哦 ，OK 哦 ，OK 哦，它有悬空哦，但是感觉是毛毛的哦，哎呦呦呦，很 OK 哦，不睡，哎我来了，我来了，嗨，哎，哦呦呦呦呦，哎呦，哦，虽然有点巨高，哎，很舒服哎，但是呢，它是一个感觉可以有安全感的，对，因为它坐起来感觉好舒适哦。很像坐沙发的感觉，而且它这个设计有点让你坐下来就会有一种自然平衡，而且脚脚还可以晃来晃去，基本上你不晃它不会晃啊。两边的那个植被都很漂亮，绿意盎然，悠悠荡荡，很美哦。
他们工作人员就爬着坡在整理这里的落叶。准备要到了，哦，安全着地是。来要到了吗？哇，好安全，好舒服啊！笑脸呢，首次出国了。欢迎光临，徐百里。好善财，出发！笑脸呢？出发啦！小顺，我推你一把。我不用，加油，我可以。你可以吗？哇，这好美哦！能不能为什么停下来？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个圆圆的？为什么会有这条线呢？嗯，是，就是其实这个桥很神奇，是它会旋转的啊，就可以让这个大的船可以经过哦。对，让高一点的船也可以渡过这个河道。角度也真的 OK 哦，可以啦，不要看不起我。这里其中一个就是日本三景之一，证明的这个我们的日本三景碑在这边，从西元1643年的时候就认证。Pose，耶！小俊，我刚刚好奇说他们为什么要种这么多松树，结果一进来这个里面，你就完全能够明白说他们为什么要种。风吹过来，它里面那种分多金的聚合能量是很大的，享受到那种。又有阴凉的感觉，你在盛夏的时候，哇，很舒服。太热，要在松下呢当童子，对，严师采药去。真的是煞地，对，要特别用力，对，骑起来呢稍微需要花点吃力一点。哎呀，小孙，你可以的，我可以的 ，You can do it， 快了。哎，我们看到海水浴场，哇。好美哦！深呼吸，海水正南的味道。再吸一次，舒服。也会被震撼呢，好像我们在画里面，嗯，一幅呢海边的大景画。对。松树的影子下面，所以其实是非常凉爽的。哦，里面还有小店呢，无料的哦，免费。小时候来日本，都看到电视上面写着有料，我就曾经按几次下去哎。哇！赶快！喂，我拍桥。我本来想说，哎，它的松树应该会撞到吧，但是没有，它比我们那个打开的还要快，而且重点是它没有声音呢。厉害 ！Going 呢？老板，好，你先下吧，到走，拿这个下来。哇，这也好干净，都好想跳下去哦，非常非常清澈。对啊，可以看那个，看到底。我今台湾のテレビの撮影です。11時過ぎになります。はい、出発しますよ。ちょっと台湾のテレビ局ね。はい、行ってきます。こんにちは。行ってきます。
这个是包船的，叫海上计程车。哦、海上计程车。对，他们就是在下面养殖那个牡蛎。牡蛎、哦、科架、科棚。对，有科棚在下面。漁港です。魚の水揚げをするところね。今日土曜日はね、競り場が休みなんで、漁師さんお休み。ああ、今天是礼拜六、所以那个渔夫们休息。はいはい。今あそこの左手の平屋の船の中に木の船が入ってるんですよ。あれね、稲の祭りに使うこの船が入ってます。写真の上の船もね、一緒に浮かべて。もう祭りが近いんで、こんな船を2隻。ペアペアボその船が向こうに入っちゃうね。対岸のに八坂神社これ船で渡れます。これエンジンついてないんで稲の祭り若い衆の祭りなんで。あの船で渡ってね神社の境内若い人お父さんとなんかあのパートナーさんは行かれますかいやいやもう若い人もう40まで40超えてますうん41一つ超えたとこちょっと老けて見えますけどね実際看起来有点老可是四十四十一岁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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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在开始航行了，这么大的船都进得来，嗯，表示说这里呢，吃水可以吃水也是很深的、嗯，这个算是内海吗？看你这边是内海，所以真的觉得风平浪静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些船坞才可以保存得这么好。现在政府已经把它指定成那个文化财，你看这个颜色也都很统一，都是不能随便改建，政府规定你。只能就是保持原本的样子，修缮这样。可是，在修缮的时候就补助你。听说他们修缮，他们要故意做旧，对，用以前的工法。嗯，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车库，现在有船，有船有停进去啊。この辺りね、ちょっと湾曲して雰囲気が変わってね、日本のテレビによく映ってる場所。松の船上の船がこれ2隻くっついてるって言ったでしょ、はい、そこに浮かんでるんです啊他有参加过这样的那个哦啊哦してましたよとてもお話上手でご質問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何でした彼女何人いますか未だにね一人もいない、あの若い時からね、はい、女性には縁がないんですよ彼氏は普通に男が好きだ男が好きだね。そんな趣味ありません。いや、不是男朋友。こんなをテレビ流すの、こんなダメだよ。これ一つずつ投げてください。はい。あ、这个是要喂鸟吗？こっちね。こっち。はい。一つずつ。はい、投げて。已经看到一堆灵眼睛在现场等了。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来了。你也上班了。它是放在手上就也会吃。啾啾啾啾啾啾啾。哇。哎呦。就哦，这有接到的。哎、欸，哥们，哦，哎、欸，船桥，哎、欸，有接到了，哦，厉害哦，外野手，哎，近点，哎呦，不要再过来了啦，好有趣，好可爱，哇，难得我觉得他们可爱。哦，原来距离就是一种美。对啊，像我们这样靠太近就。太近了。植物打出去的时候，要把它接住。我其实还蛮欣赏他们这个美技。到后面的时候，不好意思，他们开始嚣张了，有一两只想要窜进来，吓到我，吓死我，太可怕了。哎，他们真的就像画一样，这些舟屋。就是我们生活在一幅画里。原来有这么一个宁静的一个村落，他们的生活模式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子宁静在这个小海湾里面。回来了，哎，参加。哎呦，お疲れ様でした。私のところの大幅にカットしておいて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疲れ様でした。Thank you。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晚上远距离的看它以后，我们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粥屋里面。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是他们古酒厂的外面，光是这棵树就让我感动万分了。怎么可以把一个地方变得这么样的一幅画？你会发现色古香哦，来这里像呢读一首小诗，走在路上呢读一篇散文。啊，你走前面好，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狗，哎，应该没有鸡吧？没有，好有气氛哦。ただいまです。ただいま。ただいま。ただいま。はい。こんにちは。ただいま。理事长吉田先生。这个传统是有多久的时间呢？300年ぐらいは経ってると思います。然后就住在楼上吗？この建物は船屋なので、船を入れるガレージです。で、住んでいるのは道路の向こう側。所以要对得准啊。对。你如果是住歪歪的，可能开错船。そうそう。で、斜めやったら他の人のガレージ。そう。そうです。那有没有曾经风浪比较大的时候？然后淹水这样。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どうして？ここの稲の船屋がある海は波が立たない。为什么这个伊根湾那个海水这么干净？それはね、山が綺麗だから。因为我看到这些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网子啊，怕小偷进来还是怕鸟？これはね、鳥とかが入ってこないようにかな。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其实都是木造的房子，靠海边的房子都很潮湿。この伊根の船屋のエリア全体が2005年に国の文化財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保存に対する補助も出ますし、景観に対する規制もかかっていますので、船屋が船屋のまま残って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す。要走近看，这海真的太干净了。那他们小时候会不会自己就跳下去玩？そうそう。子供さんはここで遊んでいますね。我想跳下去。我真的要死了！你在这里干了，小朋友，他千万不干，就别给他们抢哎。耶！哇！所以我们戴上这一顶，现在这个好有气氛哦。这个就是宝金川的这个上游的龟冈，龟冈，龟冈啊！那我们这一段的航程呢，是从这个龟冈是一路飘飘飘飘到前几天我们有看到渡月桥，所以从龟冈一直飘到蓝山，对，1小时40分钟。Where are you come from? Germany. Danke schön. Nice to meet you. 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塞纳拉，他们都会到这边来，因为这个算是世界知名的这个漂流景点。真的，真的。Welcome to Taiwan. Next time. Oh yeah. 9月的时候。Yes, yes, yes, yes. Say hi. Yes, say hi. See you next time in Taiwan. Yes. Okay.你看他这个名字多土屌，那叫传世魂呢。OK， 他们叫传世魂，我们两个就是有众义魂。对。OK OK。顺便就往那出发。哎，小心哦。好，要准备出发喽。我们要离岸喽。出发喽。我们这次有三个船夫。哦。哎。哎，他怎么在舀水？是东西它舀水，它那个绳子比较有摩擦力，让它润滑的功用。哦，你看到了，第一位那个朋友，对，他是用撑的。嗯。谢谢那个社长，拜拜。哇，我们先给三位船夫掌声鼓励鼓励。谢。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米娅姐姐。啊，她的那个第一个，她这样一直推，一直推，是就是往前加速吗？对，一个是滑，然后一个是撑底下的石头这样子。对，那后面呢是挡住的。后面对，操纵方向。方向。Engine。它是方向。Engine。方向。Honda。Honda。Toyota。Toyota。Honda。Suzuki。なるほどね。Lamborghini。Lamborghini。Lamborghini。
你很帅。You are handsome。开贵的。You look OK。哦，很有信心哎。而且看左边那位 Toyota 大哥，是他这样子来回走，跟马拉松没什么两样。是。早餐吗？啊，那里是蓝山小火车的轨道。他在等待小火车。小火车也出现了。真的被你们遇到了。小火车。来了，激流来了。耶！哪里有可以支撑的地方？对，这边的话是冬，秋天的话就是那个枫叶，枫叶很漂亮。对，旁边这些都是枫叶。你看它撑的方式不太一样，它现在比较深了，在水深大概有4公尺左右，所以你看它整个人就下去了，它的手要在里面，对，有没有曾经吐那一根电钩掉下去了？我知道我在哪里吗？我去帮你电钩子，感谢。正面，最初的急流に入ります。对，花なぎのせいですね。下来的话会有一个急流。他山，别亏哦。你已经准备。日本版的。漂流，想看那个哇哦，可以前往那个黄石公园，还是短板的泛舟哦。はい、次に下る滝はね、小鮎の滝。最後に2メーターの落差のある滝を下っていきます。这个落差比较大。来哦。哎，抓住旁边的那个水彩哦。来了。经过了，现在马上经过了，越来越不一样，有点峡谷的感觉哦。对，太美了！哦，火车经过，该看都有看到，那个在日本的夏天的大概傍晚左右会出现的这种声音，这样。ここね、保津川ではね、2番目に深いとこね。对，这里的话大概有10公尺水深。
ちょっとね、どれぐらい深いかって、船頭さんの竿を見てて。ロックスのバンブルフォでは一番の難所急流で急速急流がデンジャーポイント。因为这里比较窄一点。哦，我觉得很帅耶，他站在前面，然后控制着我们。哦。每一班都被我们遇到，啊，警长要等很久，要等很久。哎呦哎呦！哇，他听到你马上又再开回来。要换手，要换手。他们现在都大概几岁？一个是你的弟，30。30歳。ありがとう、センキュー。回りますね。我觉得我差一点点，我先走嘛，JR的改名，方便怎么介绍？我要出来，啊。昭和23年までここ道あるでしょ、はい、これを線路4人で5時間ぐらい近くで引っ張られて、イエス、シャーシャーシャー、ね、丸太の上との朝市で丸太放してあるんですね。ちょっと衝撃があるんで、しっかり想像しておりゃねえ昭和だ。他们呢维护他们这个传统产业这么的认真，沿途的每一个重要的点，他们的船夫是如此的专业的在告诉大家怎么样享受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氛围。丸太の上と朝市で丸太放してあるんですね。ちょっと衝撃があるんでしっかり想像してください。台风的时候，那个水哦、喔，就是满到上面去。哦，真的，有那么高哦、喔。对。那再换一只手啊。Thank you。如果你以前是当。Thank you。啊，你早上带这个大伞呢？懂啊懂。OK OK。你问这位帅哥，摇橹的时候是不是有歌可以唱？到站内的是。到站内。哎，轻重一点。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嘿。恩恩爱爱。
日本の歌知ってます何か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素晴らしい一人一人ひた歌だけお持ちありましたやっぱりホー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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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要聊我的歌声Come on, come on,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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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u m 我以为遇到海盗嘞。古い古い鉄橋、鉄橋自体は2代目なんですけど、レンガで作られてるの分かる。砖块。砖块贴贴起来。120年前からあります。当時は東洋一と言われ、アジアでナンバーワンの鉄橋。おお、有历史的。你整个跳够不够？来人啦！来！来吧你！会会摇晃，会摇晃。Check check。哦哦哦！耶耶！再过。再过。Next next for you。Come on come on。哦哦哦！哦，现在可以试了。小心小心，对，因为这个路段比较安全一点，比较平一点。进去走，走。还有进去的。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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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加油！加油！加油！写真良かった撮りましょうか。大丈夫前から。是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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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阿威林。我够存呐。哎，我已经够存了，没关系。来，他这个。来，哎，就这么的，就这么。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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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这个是乳牛啊！哎，无咱就怀疑啊，唔能硬吹。我修很好啊。你咪救紧。哎，这个是真有技术的呢。谁修过去？没那么容易。Thank you. OK. Oh, heavy, heavy. 站站。要命了！哪里是？哪里是？哪里哪里是？这个真的。哎，还有一个那个律动。加油！哦，那个律动。哎，等一下。干嘛嘞？干嘛嘞？加油！干嘛嘞？你当船长不是吗？干嘛嘞？你的表情看得出来，哎，这边很漂亮哎，这是餐厅吗 ？Thank you， 哦，谢谢，哦哦哦，坐那个餐厅，餐厅来了，烤鱿鱼。哦，烤鱿鱼哦，那个酱油团子，要，米达拉西兰果，哦，要，团子两盘，哦，欧伦，那个鱿鱼要不要一只？来了，鱿鱼，两只，你好，这超好吃哎，它那个汤圆完全就是很融一口的。船上的店家看起来比我们还不累，因为他们是莫扎，啊，全部合进去吗？对。哦，哎，分外有氛围哦。这是到了威尼斯的，嗯。哎，需要那个小黄瓜吗？哎，你们传到后面，传到后面，腌制小黄瓜，好吃，很酥脆。哦，这炸真的好好吃的。哦，1800，对，3200嘛。因为哈，我刚刚划完船了。还有要买什么吗？觉得特别饿，你有点累，对。现在划船不容易哦，我靠，那个手势要来来去去不容易，真的是世界级的一种观光旅程哦。哦，溜鱼溜鱼，哦，来，这边来了，这边有。而且他用以前赤壁之战的那个方式勾着我们连环船。
拜拜。来了啦！好有意思啊！对啊，来的真是时候。哎，团子吃完了。还有啊！他们团子感觉非常简单，但真的好好吃哦。它是纯米做的。但因为他们的米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它给你一种本身自然的一种甜味。全部的人看着他谈恋爱会不会害羞？So shy, hi, handsome and beautiful, and say hi. We are Taiwan TV show. Oh, yes. 这边是那个小吃船的那个集中所。对对对，这里已经就是已经快要到了。渡月桥到了。哎，台湾人，小点点，加油！哦。OK， 谢谢。谢谢。ここでもうねゴールになります皆さん。おお。谢谢。Thank you。最高。最高。我看到前面那个招牌，他写着这个卤肉饭，好有亲切感哦，好像看到自己的亲戚一样。很多留学生他们都说这里等于是他们的里长伯，比如说租房子啊、办信卡，他都会帮忙。听说他是我的超级粉丝，是，那我故意就在外面不进去，让他出来把我背进去，真的，我怕你进去他帮你做叉烧。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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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真的很饿了。你好，不能爹吗？你好，是你。我有人要讲透机啊，目屎就飞袂哩。猜猜猜猜猜，我跟你讲，我是福州白啊，福州白台湾品牌差几多？加多菜多剃头的放了个尾臭车。哎呦！好铁，好铁，好铁！哇塞，真的什么都会呢，一定要的。是两位是夫妻吗？没有，是那个亦敌亦友的兄弟。那我们今天来要喊了 enjoy， 请。听说你是京都的那个里长伯啊，不敢不敢，就是免费提供交流的地方，让大家来，然后把一些各行各业的人就做一个介绍，做一个交流，做一个串联，等于是那个京都互助会的概念，对，类似是这样的概念。是听说是老婆家里是做面食的，哎，是是是，原本是做面食的，那你是有一种入赘的感觉，哎，对对对，那我令米先传了，喝不不耶。清淡系酱油拉面，它的浓度会在4以下。嗯，那如果真正的浓厚系的话，它会在10以上。那我们介于8到10之间，就男孩子跟女孩子都可以接受的这个味道。那我们是全天然的，就是没有加任何的浓缩液跟一些粉末下去。我们是用7种蔬菜代替味素这样子。我们叉烧要睡37小时，7个小时。腌制的过程。对，腌制的过程。顺哥不在，我赶快把他汤都喝光。哦，超好喝哎！我觉得它跟一般的那种豚骨汤多了一点点那种煎过猪排的那种香味。啊！我把它喝光。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ぞ。哇，哎，好浓郁哦！浓郁但不咸。这个是我们的生面，嗯，您可以去拉看看，很多面它一拉就断，但是我们面粉是用最好的。哎呦哎呦哎呦！哎，那种丢软度，你看这种，嗯，因为我刚刚在吃它的冷面的时候，对，我就感到它那个紧致度，还有那个嚼劲，那口感是最重要的，不得了。老板，我可以再加汤加面吗？行行行行行。我后来在京都也是在这附近开了一家奶茶店，自己开，所以我自己开的时候自己创业开的，是。然后那个时候他是我自己的客人，然后就问之下，大家都是台湾人，是，就聊得很来，然后个性上也合得来，因为他们两个人那连长相都有几分神似，对，对对对，所以夫妻也，夫妻也，就他娶了别人，你有生气吗？我没有，完全没有。我
刚刚吃到它的卤肉饭，应该也是很喜欢。它的八角味比较重，而且它是真的类似像已经到空吧，或三层肉大块的那一种。我们说它升级是因为有日本的饭，那日本的饭哦，你就强厉害了。来来来，一碗不到一块钱的卤肉饭，因为它只有八角。嗯，好，我看看，它里面有很多八角了。嗯，对 对。欸、真的很香哎！我们卤肉饭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用拉面的汤下去熬的，所以它会再更浓厚。胡椒粉有10种中药药材，对，那个鸡肉呢？也是吃中药长大的，没有啦，就像胡椒粉的，好像鸡肉是用水果下去做腌制，所以它有一种天然的甜味。对，试过了10几种，最后只采用九州的鸡肉。嗯，为什么？九州的鸡肉比较接近，对，温体，对，它比较接近温体的感觉。对，然后它的汁会比较多一点。嗯，而且它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干粉，不是像比较现在的脆皮。因为本人有卖过鸡排，你看，如果是我有它的那种鸡排的味道的话，我的鸡排。卖赚翻了！哎呦，哎呦，看来你也感动了，还台湾形状的。当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脸书上面就跟大家说，你们如果真的过不去，来这边吃免费的，等到你有钱再把钱还给我，或者是你回台湾再汇钱给我。嗯，来拍两下。谢谢谢，不敢不敢不敢。台湾人就是要有这个精神，去到倒位就是要收听啦。国小4年级下学期的时候，那时候铁丝玉玲珑刚开播的时候，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跟我阿妈一起看。在当时有没有买卡带啊？有没有什么？有啊，救国歪歌啊，顺哥的。嗯，但好难过哦。哎，一定挨。那后面的这个图表是我如果遇到顺哥，我会想怎么做？那个是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写的，比较不好意思。帮顺哥做了一个这个简介，对不对？那这个是你小学写的？没有没有，那个一个礼拜前写的。嗯。就把所有对顺哥想说的话，那那边小时候写的，如果遇到相遇的愿望。其实你们之前就相遇过，对不对？因为之前我有监督一部电影，然后在京都拍摄。那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跟我讲那么多话？因为会怕，而且跟顺哥的合照也是拖到很最后很最后。我拜托我们老板，可不可以跟顺哥合照？这个是真正喜欢的哦，不行哦，来来来，这是你们两个人的时光。我会有点太感动哦，你这么高，你一定想不到说，来两位，有一天你会跟铁丝玉玲珑这么近，对不对？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你会搭着我的肩，而且我要跟你坐在一起，然后十指紧扣。哦，如果我再亲你一下，他不是要这一种，他不是要这种，他喜欢这种情感上的鼓励。哎，我们变女，嗯，哦，要流眼泪了。嗯，给顺哥，谢谢你们带给我跟我家人最美好的回忆。您的真情流露，扮演每个角色所投入的态度，也成为我追寻的榜样。谢谢顺哥、碰哥，丰富了我生命的一段时光。千言万语还是只能说谢谢你们，谢谢顺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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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哥。哎，真的很感动。那你觉得你今天在店这边店开这么好？要不要回台北开分店？我跟我考虑，我跟威哥入你的股，我愿意，我愿意，你愿意啊？人不用回去。在这边的面对全世界是，然后小高先放他回去，还是我们先投资小高？也行也行。小高，你有信心可以把面条就揉到这样子的一个 Q 度吗？有，我有信心。我在这边已经学了快2年了，真的可以。对，但是还是要沿用你的店名哦。对啊，是是是，但店名叫卤肉饭。不是不是，不是啦，那是有在卖卤肉饭，在卖卤肉饭哟。对。
哇，场面已经要开始了。是，那这一次呢，成了这个紫园剧呢，最后的尾剧，在这边呢要隆重的登场了。在地的朋友们，来自外地的要看绕境的，都已经排满了。在这个大转弯处，听说是。所有的山盟就是会在这边转弯，最大赛事的对，会从这边出来。哦，你看后面的山盟已经蓄势待发了，灯都点上去了。对，他们等一下好像就是要往前走到一个地方汇合，所以他们会先出来。所以他们的所有的在地的人今天都差不多自己要放回到自己的社区里面，把这个山盟呢哇推出来。该闪的闪喽！长官要来喽！来了！太大声！啊，不是祭典都是要这样子那么大声的吗？太大声！你看他们是几顿的，好壮观哦！他们这边的是比较祭祀的，对，一个绕境，那是有很多呢，这个其他的城市，他们有那种不同的，就是要冲入的。哦，这个是八幡山的，好酷哦！他们是在那边集结之后一起走的，对，会全部先排好。大座的来！哦，那他们会互相比看谁声音比较大吗？不会哦，他们是很平和的走。哦，而且每一家的服饰都不太一样，都不一样。来！哦，还要把它调整一下位置。哦，它是调整一个位置要拍照。拜。前面这是北观音吗？哦。真的都有那个痕迹耶。对，这是历史，就看到很有味道哦。哇，壮观！对，已经跳到路边了。哎，你看北观音山四化人，对，哦，都是大前辈，大前辈好，照顾这些后辈。来，哇，很难得的，这个四化人是一个最重要的前辈。还是自己。那但是这样要走多久？那相信我们的出逃真的很多，都有放鞭炮，有三太柱的。有冰冰亮亮，那你看老的了，对，看老的，就比较有病毒式的。另外一座又来了，哦，上面一只大鱼，幸运鸟，我先说。这个有鲤鱼神呢，这它是鲤山啊，鲤山哦，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你看它还有一些欧洲欧风的，就是我是欧洲来的航行。我有没有发现南观音山跟北观音山他们的那个好像那个山盟就特别大。是来到这个紫园剧的，你有看到那个？他在调整他的那个轮子的角度，他用一个木头的那个类似像木塞的方式，让他去调整往那边。
非常非常的热闹，他不断的在调整他的位置。对，你看郭彦甫在上面啊，郭彦甫，郭彦甫中间那个，彦甫。你看这个上面的，上面的 pose， 那肯定是一个历史故事啊。对。来来，哦，哎，出发喽！上面呢，我们还是电脑吹笛子，会比较舒服一点。好震撼哦，很难得可以站这么近，对，不容易不容易。嗯。哦，那边还有舞蹈的。哦，开始开始，转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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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是要等红灯呢，感觉都不太一样，服装。哎，上空上空，它是有轮子的。嗯，每一个山盟都是很珍贵的，它是几百年传下来。清空给这个阴山。最大的这个前面那个门高点哎就垮了，哎呀，这个太难得了，对对对，哇塞，哇塞，哦，好酷哦，好帅，满满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台湾，Yes television program， Yes， 你刚讲说，因为我们那一天他在组装的时候，我们两个有上去那个上面，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他来。So I'm very hope I'm here. Yeah, yeah. OK. Yeah. 好，三回哦。台湾观光大使。对对，我们本来就是啊。对啊。哎，我们哎，我们这次英语获选了嘞。注意一下好不好？两，我们两位是台湾关西观光大使。台日观光大使。来了，动了 ，Action！ 哦，开始开始，我们的阴山派来了。来，进来了，进来，进来！哇，超帅！想象一下，我们很感动。太空，阴山盟，阴山盟，哦，帅帅帅帅，一日的，哇，很震撼。喂，哎，哇，那天我们就是上去这里，是，耶，你看有神。哇，哇，太难得了，太难得了。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呢，有很多的他们的那个吉祥物，嗯，就是浮船，是上面的这些坐满了他们的神仙，啊，辛苦了。哦，然后是查理查理的车，元気ですか？是一种骄傲，为自己的山盟这样出一份心力。
哦，坐船嘞，坐船，坐船嘞，坐船嘞，少年嘞，出发吧！真正看到了这个整船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财富财宝、大家呢一起呢来 enjoy。哦，耶！哇，刚好传开，耶！规则呢？抓准你干喽！大船入港喽！好棒，好棒！拜拜！来，明天再来。喜欢我们驰骋都市穿梭乡间的旅行风格吗？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